2月15日消息，在今日晚间的联想小新生态新品春季发布会上，联想小新16/14轻薄本2023酷睿版正式发布，首发价4199元起。联想小新16/14轻薄本2023酷睿版搭载 i5-1340P 处理器，无独显版本性能释放分别为30万和35万，没有雷电接口。联想小新14/2023酷睿版拥有绿灰两款配色，重量 1.46 千克，厚度16.9毫米，高配搭载14英寸2240×140万0300尼特100% sRGB 雾面屏，低配搭载1920×1200/300尼特雾面屏。该机拥有 1080P 摄像头，支持65万PD 快充，配备双 USB-C 双 USB-A HDMI TF 读卡器、3.5毫米耳机孔，首发价4199元起。16GB 加512GB 灰色4199元，16GB 加1TB 灰色 2.2K 屏4799元，16GB 加1TB 绿色 2.2K 屏4799元，3月预售。联想小新16轻薄本2023酷睿版采用了16英寸2560×1600或1920×120万0300尼特雾面屏，没有绿色版本，重量 1.89 千克，厚度16.9毫米，其余配置与14英寸版类似，首发价4399元起。16GB 加512GB 灰色4399元，16GB 加1TB 灰色 2.5K 屏4999元，